下面给大家用这款立式压开机介绍一下压苹果六代4.7。现在压的是触摸排线，用的是下面的摄像头。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清晰度。好，开始压牌。就是说废弃了可以了。
触摸为良品。触摸为良品，触摸为良品。触摸为良品。